阮弟夫啊，讲迄个做土匪少，讲是安那安那土匪啊。哎，是个呢。啊，这讲起吼，我做翻捐呐。翻捐。翻捐呐，吼，讲起啊，啊，台语叫做土匪少。咱来看这只来。啊，这只就是土匪少，捌看无？你做是袂见。唔卖了，咱这很作先呢。这咱吃诚济哦。农场遐就作济啊，你是？农场嘛作济，咱农嘛作济。伊人避暑，啊，无像我安尼清清闲啊，有诶较避暑诶，无遮啊，敢有诶，即个出遮啊，啊，你着无咧插插伊啊，啊，即个遮啊足避暑诶，看到人着要避，哦，即个即只吼，咱今仔来看即只番薯，这两只有同款无？这两只无同款啦，还是有同款？老大，伊食较水，食较歹吼。食较水啦，歹。食较水，用较快。我跟你讲吼，人嘛同款哦。人啊，到迄十七八岁开始吼，哦，查甫个啊，拢爱夹到头。啊，查某的吼，拢安尼抹胭脂水啊，水淡淡。对，胭脂水淡淡。啊，这鸟嘛同款呢。这鸟上头吼，细只鸟是歹歹。天下伊了咧起笑的时阵，大人伊就变水啊。伊就爱水，查某的吼足水的，查甫的才会来。啊，你查甫的是公的。哈哈，你拢总看无，你拢唔知。啊啦。干的吼，伊嘛愈水啊！啊，这只吼是要卖当大人的，或者亚成娘。暗暝啊，鸟囝。唔是鸟囝，鸟囝甲变作鸟啊中间的，一个伊要卖到会繁殖啊。我讲。繁殖的是会生卵啦。伊还未到会生卵的时间，但是伊嘛毋是囡仔，哦，所以伊哦，就伊的毛就无遐尼鲜艳啦。啊，像人共款啊，伊即摆啦，天下伊有需要要繁殖的时阵，伊的毛拢会变哦。哦，所以叫做繁殖鱼啦，哦，即个就是叫做繁殖鱼哦。变安尼，哎，这就变安尼哦。啊，较水。鸟仔拢同款哦，嘿，鸟仔拢安尼，人嘛同款。啊，这繁殖鱼哦，这有鸟仔，你讲讲这只哪有水？我讲这足水的，我某讲哪有水乌啰嗦，我讲无几波啦，去斗着红番嘞。啊，你讲你也袂歹啊。好来。啊，这只哦，咱来讲这只。即摆讲的就是讲，已经变作会当生卵的鸟啊，会当交配啦。交配哦，大意变哪讲啊？讲伊在交配啦，大意在交配啦。哦，啊，就是咱同安尼讲的，会起笑啊啦。哦，啊，即个伊到遮的时阵，伊的规身躯拢总乌的。啊，伊的身吼是叫做栗红色的，唔是红的，啊，叫栗红。那那个栗子啦，栗子恁知无？那唔是咧澳洲的栗子鸡，栗子鸡啊。那就真爱笑。嘿嘿嘿嘿，对。啊，伊的尾梁吼有五彩啦，吼啊，这就是已经变作大只，会当繁殖的。还有这个繁殖鱼，哦，啊，咱即摆吼来讲一个观念，你一定爱知影，就是讲，鸟仔甲人
甲动物拢总共款。伊若到某一个程度，会当为着传宗接代、传宗接代，伊拢会变水。有啦，这是在清。啊，会水唔在，刚刚在服务的来，啊，母的唔在，服刚刚来。啊，这十八个人嘛同款，十八个要伊甲笑迄个查某的吼，伊嘛爱做些动作的呢。哦，我甲你买香水予你，我甲你买什么首饰予你。啊，所以吼，若好好吼，继续落就好吼。中间若出意外，就是讲。啊！你咪甲你买手机啊！你咪伫你身上开几来千、几来万。啊！你甲你咪对啊咧，有诶就顶袂住着安怎？上衰人就是安尼发生诶。